太棒了！现场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台上的三位艺术家啊！来，我们分别介绍一下来自乌克兰的著名的歌唱家，他的名字叫做 Daria Tsikhankova 啊。当中的这一位就不用我做介绍了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Ilya Vinnikov 啊，很棒。还有一位呢，是他的太太 Victoria Elizeva。好，谢谢。来 ，Michael， 我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今天非常不容易担纲我们乐谱翻谱的。这一位就是我们 Vinnikov 的大儿子 Michael Vinnikov 啊。Michael 呢讲中文讲得非常好，你觉得你今天你的爸爸唱得好吗？好啊。是你爸爸唱得好还是你妈妈弹得好呢？哪个更好？两个都好。两个都很好，套不住他。 Both of you very good 啊，非常可爱。我们的 Michael 呢，其实他本人呢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，他还会画画啊。他本人不仅会画油画，还会画广告画，对吧？你除了油画、广告画，还会画什么？素描，素描也画画，素描都可以啊。那今天呢，在我们的入口处啊，在我们的 entrance 这个地方呢，他还举办了一个特别的展览。如果大家在结束以后呢，想去参观一下的话，看看我们的小 Michael， 他这个展览也非常不错。他说很想让大家去看上几眼，好吗？好 ，We will certainly take a look at your exhibition. A very good exhibition at the entrance of the hall. 好，再次感谢大家今天欣赏我们的音乐会啊。祝大家晚安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night.